我是潘普钦，为 Neverfox 答案所提供的录音《唐诗三百首》卷一第二十六篇《拆退是官吏并聚》，作者袁杰。癸丑岁，西元策入道州，焚烧杀掠，几尽而去。明年，策又攻永州，破邵。不犯此州鞭疲而退，岂力能制敌如？盖蒙其相连而已。诸使何为忍苦精俭，互作诗一篇以示官吏。昔岁逢太平，山林二十年，泉源在庭户，洞阁当门前，井水有常期，日晏犹得眠。忽然遭时变，数岁亲戎战，今来典诗逛，山移又纷然。城小贼不逃，人贫相可怜。是以陷沦境，此州独见存。使臣将亡命，岂不如贼言？令彼精俭者，逼之如火煎。谁能绝人命，以作时势言？私欲毁符节，引干自次旋。将家就如墨，归老江湖边。又作宴，又作势。读完了 Neverf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